即将离开七美港啊，船要慢慢离开了。七美下礼拜见哦，今天是2020年的9月12号。七美，下次见了哈，七美，拜拜，下次见了。今天礼拜五对不对？今天礼拜六。今天十二啊。钓鱼了，你看钓鱼，有没有钓到？没有啊，船过来就不会来吃的了。七美，拜拜。而且今天在那边天气不会热啊。